还有应援团啊？没有，再见。好，那马里奥，就刚才看他打司机的时候，看他打电梯连马龙给秒了，然后还会冷逼抢边，很恐怖。射个光弹，抓住人，哎，可以，好像不是扔出去，可能他也觉得其实光的这个光电的这两个的那个反回场没什么好反，最主要的是，光电的那个头的力度太弱了，头的力度弱的话，他就没有时间给选手做准备，说能怎么反回场。你稍微投的远一点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出去。戳下来，但是这个反正好像没戳到过，上去上去。好，然后看出来这个洛伊的话，跟朗跟马里奥，我一个特点就是没有问题，就不用火球去问路地球。那其实的话，在日本的话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，就是不知道是日本还是欧美，就是被马里奥的火球打到盾的话，是等于是一个死定头来的。对，然后刚才在上一把的话，我也说过，对策马里奥有一个很重要的点，就是利用自己的空招连着带火球打到了交道道，一下就上 S。再来，上，这其实跟连上头跟下来，用六帧的技能。抓到后头。后头力度那么小啊，反回闪不好反。好烦的，以前费点力逆回手段先。而且这个是148的后头，他那个后头是真的弱。然后敌人的话，他的后头两米一，套他一波，他唯一可以同时扔的就只有前头，就170、180都可以。太难了，没有，我觉得还行。200以内的，不是，因为 Nail 的话 ，Nail 是不依Nail 以前玩的话，玩狐狸都是不依赖头杀的，对，他不太看重这个头的性能，但是对于冰皇这种用惯这种超二力度的后头的赛尔达来说的话，他会觉得很难受。我为什么？对，我知道，所以我刚才是加了，是用狐狸的，但是我就不会依赖。就是我对如何去破人家的防御。哇，他好像跳下来了，假的。所以的话，就一旦是投的力度那么小的话，那还不如是继续投回在场内，利用自己的速度优势去追求。我是这么多角色里面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，就是可以 DA 一点。EK 酸点一下，你刚刚第二下，漂亮。这把的话就直接穿了。显示惊险二憋。啊，那你跟我打吧。你跟我打啊！你怎么也这么拉？对，继续打！你怎么也这么拉？我被阿麦提用随机打败了。你太菜了，你这是画面妹，说出去。然后我被 Nero 杀了。That pretty cool。好，继续吧。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局的话。第二局的话，洛伊换了一个克劳德。哎。哎，你们还没有给钱呢，记得给钱。OK， 之前会给的啦。哎呦，我先就已经先给了，你去给他吗？两份去给。这个姓金的金先生。我没事了，他后生。
我带着梦。很漂亮，这个虎皮杀了，这捞下击可以啊，东皇这个这个游戏理解是有点意思。好，我们再来。好，来继续来看，空上，也用光就杀掉了吗？这个是最高二段跳，跳到最高点的时候的一个空上，然后又射了一把光弹，疯狂的在追瘦身失败的一个。哎呀，不应该盾的，其实那一下的话直接一个后撤 S 就行了。哎，漂亮哦，这竟然是已经是用黄字就已经能杀的一个程度了。再来，好，换点下一个空闪的那个距离漂亮，那东西幽冰的话是2-0获胜。哎，